宣判之后，你要即刻放人。一、二、三，真实，相当真实。你可以在入面看到很多不同的催眠元素。我想大多数人会误解咗催眠，以为催眠是一样很神秘，好像魔术甚至乎是巫术一样。陀标神秘操纵，咁催眠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其实催眠是令到一个人进入一种精神放松的状态，意识水平下降，帮助他们高度接受心理暗示。对住枪啦！叫你冇计枪啦！环境啦，身体的动作同埋语言是催眠的三个条件。你一定好想救翻你个女。当支针踏正十二，你个女就会被人杀死。阿德哥喺我隔篱一路喺度引导我去嗰一个位置，啲情绪啊嗰啲系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，我都分唔到嗰个系一个喂，有人喺催眠紧我，定系咦做戏嚟噶咁样？验尸报告入面清楚写明。心脏的伤口足足有6cm 咁深，但原来真系咁样抽到一个咁嘅状态嘅时候咧，即系哇好攰喎，你间即系个头会好痛，成个人系一个好绷紧嘅状态。秒数嘅跳动，有节奏嘅身体触碰同埋灯光嘅变化，再加上令人哋意识混乱嘅语言方法，可以令我哋进入催眠。话唔定当你睇紧呢部电影嘅时候，你都会进入催眠。林子莹有冇罪？你要我做嘅嘢，我已经做晒，系咪好公道？